卖生啊紧好哦，蠓啊足歹洗，你看蠓足歹洗。哦，啊唔真牛，这台敢唔是迄台有 Level 2的 Focus Active？ 诶、欸，这台哪看哪是哪是我的车哦？咁你的车？这我的车啊。真的吗？嘿啊，2021上新的 Active 啊。2021几月出厂诶？2021十月份啊，而且5000万尔。啊，唔得落地车。嘿啊，而且这台佫有 Level 2的，说甲你打档啊、换汗都如果甲你加减速的车。你要新车是偌济哦，听讲是爱85万就。啊，敢有欠车？欠，足欠，足欠的。欠车的啊？嘿，非常欠车。白色的哦。白色的，白色的 ，Active 啦，验明正身啦，外国年轻啦。我阁有 LED 的电话啦，啊，伊甲 Focus 有啥物无共？较悬啊！我阁有这头前有这叫做哪下护底盘的意思啊。啊，伊下骹是毋是迄个黄状的迄个黄状板？有，黄瓜护板都有。黄瓜护板都有。全车都有啦。对啊。对，可以放车顶架的，以后要露营就最好用的，咱来看在内底。后摆敢会用做迄个车顶的帐篷？会使啊，你可以看你是要放背包、书包，放脚踏车。还是你要坐车顶帐，直接睡车上就可以啊。来看卖一下，看你内底5000外是啥物内装啊？来，5000外内装啊，哇，伊也有这啦 ，Active A 啦 ，Focus 无这啦，安多路的型，佮有一个迄距离的迄图案拢伫面顶。后壁嘛是，你只要 Active 拢是有这些，伊是配伊佮这绒布椅。啊，你这只新调有去弄掉无？无啦，这台有劣势认证的，规台车都弯板惊。后面的空间也很大啦，而且白色上着色啊。为各位介绍，这台是2021十月份的 Focus Active， 这台是好动版的吼，好动版的车价是85万到85万，哇，重点是伊这么就欠车，而且这台车伊的里程数刚超5000万呢，我那个新的感官艺术啊。买车卖车，请找永通汽车，我是永通汽车赖科长，大家叫我双瓜爸。你也讲有介这段影片，帮我们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实在就是。SUM